你有看见我女儿吗？ 你们不觉得你们待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吗？国家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才，在大学或者部队里。上面做什么业务？是为你这么个女人？这男又是谁？你就这么随随便便和他住在一起了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？你女儿何？ 一个星期前，他和我亲，把衣服脱了。你都去哪儿了？说呀，你老是神神秘秘的。你想想，自己还性感的在跳。 要弄一个真正的女智慧。我晓得啥？我要结婚了，已经。很难不说，一个东西对他让他不高兴。是不是外面有男人了？是不是外面有男人了？滚吧！ 那爷说，他弄一份工作，一把好了，你找新的办公室，他弄个找好的位置啊！要听闲话啊，能给你想到好脚子吧啊！